你以为他是个严格的足球教练？你们都是各项体能训练测试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你们都是经过各项体能训练选拔出来的尖子，从现在开始改掉你们之前的一些毛病。我现在教你们的才是真正的足球。你脚底下怎么这么多动作？全体罚跑十圈。梅尔丹，你伸脚干嘛？拉开距离，再来。实际上是个爱吃美食的中二少年。Yeah!